男女朋友，嗯，山盟海誓，系，跟住咧就话哦要结婚，咁结婚咧而家一定要有间屋仔噶嘛，咁啊大家一齐咧就努力供层楼，嗯哼，咁咧供下供下供下嗰阵时咧就唉真系好景不常，供咗两三年之后咧就发觉咧就大家即系住唔埋啦，即系住就埋一齐嘅一间屋里边。系，咁咧就闹分手，唔净止闹分手，那个男士就要结婚添，同第二个新娘不是我，咁咧就喊死啦件事，就唔净止咁，原来层楼咧冇佢名嘅，冇个女朋友，冇个女朋友嘅名，咁所以咧就即系喊苦喊翻嚟揾我哋做辅导啦，咁样，咁喺呢个情况之后咧，我哋可以即系帮佢情绪啦，就喺律法律上边咧，真系要请教一下，其实。喂，呢件嘢究竟係點搞咧？咁啊，冇佢名嘅喎，咁、哦、一路有份工嘅喎，大家即係生活啊、使費，好少有喎。我以為冇個男仔名就可能會多啲，不過既然個個案係咁嘅，個道理都係唔係咁複雜嘅，因為其實佢哋喺供樓嘅時候啊、或者買樓嘅時候都已經有個大家有個默契啦，或者啊、一個大家有個共同嘅理解就係、是。希望嗰棟樓咧係將來變成婚姻居所噶嘛？嗯，咁換句話講咧，就係、是、會啊一齊啊擁有嘅。咁當然要了解少少背景，就係點解唔加個女仔名咧？咁呢度都要知道嘅。但係以一般情況而言先啦，當未知道特殊原因啦。咁、佢有份供樓嘅話咧，喺個信託法裡面咧，就係、是、有個權益喺個。